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越来越高的地方了，离天山越来越近了，已经彻底进入到森林里了。山间峡谷里，带着四句。哇，爸爸，今天能不能把你治愈啊？啊？把我们的恐高症彻底治疗好 ，OK？ 爸爸说，今天是出院了。我听谁听说谁有恐高，我听听。啊，今天必须治愈。我不要死。谁也死不了，都好好活着。我告诉你。你咋知道？我就是知道。你咋知道？我知道的。哇。那一个人死了咋办？不会的，别瞎说。我说了，妈妈说了 ，say something positive, not negative. All the time. OK， 好，今天我们一起帮爸爸治病，好吗？不要。